这是交给丁宇航的低位啊，往里吃转，漂亮，这球是造成了犯规啊，应该是投篮的犯规。这是首屈一指的，是，那关键是他自己怎么能够把他最好的状态给调动出来。就是克罗地亚队这打法可能还是延续了他们之前的打法的。好球啊，这球杀进来造成了投篮的犯规，是真凶啊。嗯，克罗地亚呢，就是他这个打法这个体系呢，就是一直是他们国家这个打球的方式。中国队有两个大个在里面，他这个突呢，突进去呢，打的还是有点客气。嗯，再分出来，再给回来，哎，这是勇士，这是库里的打法啊，是。啊，库里特别喜欢打这种球，特别喜欢，嗯、哎，突进去，不管是给中锋还是给谁，绕着兜一圈出来，底角就是一个。哎，这球真是，强起，造成了犯规啊！这球是险些打成二加一。还是交给丁彦雨航，形成单打之后强投三分，漂亮啊，个人能力的体现，这也看看丁彦雨航再进一个啊，丁彦雨航今天爆发呀、啊、罚球线再交出来，看丁彦雨航后撤的投篮，漂亮，这真难，个人能力完全是个人，周琦和丁彦雨航还是都留在场上，李楠指导大声喊，刚才战术跑错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好球！哎，这球没拿下来啊，这样呢，对方也不攻了啊，这样呢，全场比赛结束，中国红队呢是以81。